书里总爱写到喜出望外的傍晚，记得单车还有他和他的对谈，女孩的白色衣裳，男孩爱00后的同学不会说方言。想象我独自在黑夜中，在喘息，回首里奢求你团结得很干净，别可惜，没有关系，不要再出导游说要带我们吃饭。 I just wanna spin around in circles off for all the girl with you。找女朋友呢，一定要找眼睛大的。为什么？好看，因为好看啊！正音，咱摆摊说点啥呀？放心，早有准备。各位大哥，各位大姐，各位性感的老铁，看一看，钱我也不收费。往前走一走，转一转，你到我再看一看，看一看，走一走，你到我再瞅一瞅。大哥买了送大嫂，大嫂天天对你好。大嫂买了送大哥，生活矛盾一边搁。新产品刚刚到，上过电视，登过报，全国人民都知道。今天不买要后悔，回到家里拍大腿。牛逼。Tonight, okay, I'm gay.怎么样才可以让你关注我呢？你就直接说吧，我看我能不能做到。Get the fuck, shut the fuck.我们门派有个规矩，第一次见到我长相的男人，要么我杀了他，要么我嫁给他。你武功比我高，我杀不了你，所以我决定废了这条规矩。我喜欢男朋友。什么可以让给我？你说什么呢？你怎么能用金钱来衡量我的爱情呢？
最好的闺蜜，你现在想抢我男朋友？任何条件我都能满足你，只要你能答应。那再加两万，分手之后我得去旅行，多伤心啊！